咁啊，都有一個禮拜冇見大家啦，禮拜三又冇出席啦，咁所以咧就其實係因為我爸爸入咗醫院嘅，咁啊之前有啲危險，咁而家穩定咗落嚟，咁啊所以今日出翻嚟唱歌，其實我啱啱係響醫院趕過嚟嘅，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下我爸爸啦。雖然下個禮拜先係父親節，咁我好希望喺呢度唱一首歌俾我爸爸聽。咁呢首歌叫做《父親》，咁咧係一首響中國好火紅嘅歌。希望大家唔好走啊！係國語歌，好想唱國語歌。送呢首《父親》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我哋做兒女嘅好好珍惜同屋企人嘅時間。总是装作轻松的人子，微笑声中委屈怕真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借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多轻抚笑去安好。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都长大了。咁啊，呢度唱首歌俾我爸爸听。希望爸爸不要擔心我。是你的天鹅堡，我能为你做些事。
我会。